二哥，我那个力好了，我先吹一次正常版的。这个就是正常版的吧？那我们在爵士乐里面可能会加入一些切分音啊，还是一些，反正就是切分音啊。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 swing， 可能我们平常吹的就是，我们 swing 就是要摇摆俏皮，就是要吹成这样。这个可能就是一般音乐跟爵士音乐的不同。好，那我现在把生日快乐歌改成爵士的版本。我播一下爵士鼓的伴奏会比较好听。比较俏皮的风格。那各位可能有练乐器还是怎么样子都可以练一下，我们平常可能就是开节拍器乖乖的练。这个练起来有点像小丸子。好，那我们以后可以改成这样子练。那各位可能也知道，西方的音乐最重要的就是大调音阶。那我们总共有12个大调音阶，每个大调音阶都有不同的升降。然后爵士乐还有一种练法，一种很神奇的练法，我吹一下这个音阶给你们听听看，可能会觉得很奇怪。有人听得出来哪里奇怪吗？我再吹一个好了。其实我只是上行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上行是用 A 大调，我下行的时候就转调变成降 B 大调，每次都升一个半音，这也是一种练习方式，供大家参考。好，那刚刚有下过雨，还是叫不了大家的热情。因为时间限制，所以我为各位带来最后一首歌，但我刚才开场的时候就吹过了啦，就是我们高凌风先生最经典之作《国鸟》，为各位带来这首歌，谢谢大家。
我今天是打算是来，这是推广的性质，我想来推广这个乐器，所以我准备的歌就只有四首而已。有没有发现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讲很多话？那可能也不如预期啦，因为我这个人，你可能看我吹乐器摇来摇去的，可是我讲话真的很害羞。你们真的要 uncle 的话，我只能再重吹了。哪一首？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好，可是我没有伴奏哦，我轻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，等一下两点还有更精彩的表演，各位敬请期待。那今天是嘉义艺术节，也欢迎各位来嘉义走走，然后也可以看看吃吃。相信大家在家里也被闷了很久，那大家就在这边再逛一下。我们期待下一场节目，谢谢。